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璇璇。那这一次就要来介绍我在靴款里面真的很喜欢的一双方跟靴，因为它这一款跟修了超级无敌多次才做出我要的形状。这样子看起来它是正方形，但侧面看起来又有点梯形，然后跟面的处理又是有点雾面的。那因为跟比较特殊，平常我自己的穿搭其实都很简单，所以我鞋面上我就是做比较素一点点，然后也是一样这种有一点沿条的设计，去让整双鞋子看起来很有设计感，但是又不会太浮夸。那这边小巧思就是在拉链的地方有一个车缝线，然后还有压印我的英文名字。鞋底一样也是跟其他款一样有做这一个，我的英文名字还有一个小扣的设计。那这一双呢，它的这一个筒高不会太高，如果是介意小腿肌的女生呢，这一双可以修饰腿型，它的跟高又不会太高，所以穿起来脚不会酸，是真的可以穿走路爬山涉水。因为我拍这款的时候有两双我都是穿去那种走山坡啊，然后走泥泞啊，而且它防泼水的效果还蛮好的，我踩到泥巴里面拿出来这样子擦一擦就干净。所以这双我真的觉得蛮不错的。然后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我知道有些女生脚板比较宽一些些，所以这一款虽然它的鞋头前面不是真的到很宽，因为它很修饰脚型，但穿进去是非常舒服的。因为我把那个前面的软垫稍微减低一些些，所以它穿起来是舒服的。其实这颜色我也是选了超久，真的差点卖七色那样子。我自己最喜欢也觉得最意外好看的是这个绿色跟这个深咖色。绿色的话它就是很淡很淡的绿，然后沿条是有点卡其色，这样搭在一起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配色。然后深咖色呢是真的算黑吗，因为它穿起来就是不会像黑色那么重，但又没有像奶茶那么温柔，它就是独树一格的颜色，我自己也是非常的喜欢。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你们命中注定的那一双靴子，那如果有兴趣，也可以看看我其他鞋款的介绍哦，拜拜。